蛋仔派对新赛季呀、啊，你们上赛季什么蛋呀？我是个金蛋，看到没？厉不厉害？80千维，这么多怎么花呀？对对，啊，这个你肯定喜欢，小婉。新赛季潮玩大作战，怎么说？直接解锁高级派对手册，来水果赛给你们安排好吧？上号啊，购买等级买到满需要7300，我没有单币了，单币不够的话就找小婉要个68，大家理性消费哈。等级拉满需要7300单币，大家理性消费啊。皇家小飞机看到没？这里还有一个地鼠小王子，好好好，小王子，还有一个什么啊？喷射机箱，这里还有好多花呀，有什么用吗？新赛季盲盒，兄弟们，你们抽了没有？感觉我又要保底啊。这个至真皮可以的吧，很可爱。然后这个隐藏款好看不？我们来抽一下啊，怎么样？这个好不好？非常赞，看到没？第二发十连抽傻乐，第三发十连抽直接来了一个，这是猴子吗？这个背饰啥都有，爱心发射接好了啊，小婉。7发十连抽了，就给我这玩意儿啊？你还稀欧气呢，哪有欧气啊？你把你欧气给我点吧。哦，怎么说？这个小婉肯定喜欢，但这个送不了，只能上号抽啊。这个脸，兄弟们，这个脸，那个什么动漫来着？他的脸就这样子的，叫啥来着？大奖来了，兄弟们，至真来了，带个小鲨鱼，很可爱啊，是鲨鱼吧？这个你们抽了没？你们抽到没？要理性消费啊，这玩意水好深啊。13次10连抽出至真，就差个头饰和隐藏款了。这一发十连抽直接出头饰，看好，有点害羞。哎，啊，对吗？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隐藏款吗？啊，出完了，15次10连抽出完了，这隐藏款和那个有什么区别吗？他俩不是一样的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被变了。新皮肤全部升级一下啊，皮肤的皮肤好看吗？这个你们觉得？好，大家要理性消费啊，升完了，这还有一个小福袋啊，砸就完事了，反正保底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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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也好可爱啊，小婉一定喜欢。这个盲盒和这个盲盒，还有这个盲盒，你们想要哪个？我去抽。要鸭子，你们要这个洗澡鸭呀？行，行，行，给你们安排好吧。啊，这个水友的洗澡鸭还没安排呢，给他安排一下。还有这个小伙子，这是前两天水友赛的冠军，洗澡鸭直接给你拿捏。好，我的小婉手册给他安排上，拼手速进房间，拼实力白嫖我的高级手册或者皮肤，不要去花钱买，白嫖才是最香的，兄弟们，没关注把关注点上好吧，没事可以来白嫖哟。我被抄了，我居然是第三个，这是新出的地图吗？怎么玩啊？你们可以让让我吗？我是个萌新蛋，我是个新手，你们可以一群疯蛋。啊，怎么上去的？他为什么可以跳啊？啊，好高级啊，完蛋了，这还玩个锤子呀，这第一关就没了。我欺负小孩是吧？这第二关太简单了吧，这是我不在，不然我肯定过关好吧。小婉你笑什么啊？你不相信我是不是啊？好，还剩最后16个蛋，第三关只有8个蛋可以晋级啊，这个在干嘛呢？这是决赛圈了，看看有没有老熟人啊。还有最后4个蛋啊，看看谁是冠军。漂亮，再来一下，哎呦漂亮，差一下，哎，掉下去，哎，可以，很细呀，但不多，漂亮，哇，飞好高，还剩最后3个蛋，1打1打1，先针对鸭子呀，不然这把白打了就，他已经有这个皮肤是不给的啊，所以咱们没有的来啊，白嫖，这也是个主播吗？有主播吗？哎呦，主播没了，哪个是主播呀？哇，他头好 Q 弹啊，他，对，主打就是一个白嫖啊，关注我就完事儿了，兄弟们，要哪个嘛？洗澡鸭或者高级手册都可以呀、啊，自己选择。给你备注上了，3天以后哈，关注我来水舞赛白嫖皮肤和手册哈，最贵的手册呢。